很多女生说化妆最重要的就是要戴假睫毛，不过来看看这么炫的指睫毛可是很多好莱坞女星的最爱哦，包括呢像是这个安海瑟薇、蕾哈娜，甚至是台湾的杨丞琳都是她的爱用者，现在在台湾也可以买得到。睫毛上停着可爱的小鸟、蝴蝶，或是雍容华贵的牡丹，在眼睛上方盛开。每副假睫毛造型都与众不同，来自伦敦的造型指睫毛是不少好莱坞女星的最爱，包括蕾哈娜、安海瑟薇都是爱用者。而现在这全球首创的指睫毛首度来台，独特的指睫毛光造型就有20多种，不管是有着热带鱼和海马的海底世界，还是表现伦敦风情的伦敦款，每款都可变出4到5种造型。只要照着眼睛大小剪下适当长度，就可像平常贴假睫毛一样粘在眼睛上方。想要花俏点，还可以在下睫毛的位置加只蝴蝶，一张一闭，蝴蝶就像在翩翩起舞，很有特色，然后很与众不同。它会有一些花马、蝴蝶，然后一些可爱的动物，很适合有主题的那种 party。 它在材质上最大的不一样是它是特殊纸材，所以它非常的轻，戴起来非常的舒服。现在大概有6个系列，还有大概有20几种款式，一副睫毛大概可以 create 在4到5个不同的 looks。想要走甜美风，可以贴上一整副的鹿与蝴蝶，鹿角上停了一只只的蝴蝶，看起来超卡哇伊，或是在眼尾上贴上大片蕾丝，表现17世纪甜美风格。华丽的孔雀也在眼睛上开屏，看起来闪闪动人。用过的指睫毛也可以剪下部分使用，丘比特贴在脸颊，蝴蝶成了指甲彩绘，又轻又具创意的指睫毛不只是睫毛，看起来更像是眼睛上的艺术品。